孩子。我跟潘颖正在爬这个东西，我们两个一起爬 ，Go！ 直接作弊，哎，不行，作弊，安利姐不行，好吧，我违反规则。哎，你是怎么爬过去的？爬过来的。哎，这样子，哎，踩得过去吗？哦。那弟弟怎么办？怎么作弊？先爬下去是。啊，这边怎么作弊？站着吗？哇塞，猴子，猴王。我才是猴爷，你干嘛呀？哎，姐姐，我才是猴爷。哎，结果变成这样。那你刚刚有这样爬过来吗？我刚刚就是也是这样爬。因为这很难爬。这样作弊不行啊。而且你屁那个很脏哦。然后现在你帮我擦了，那我再贴下去就没问题了。啊！拜拜。